先给你教教一下哦、喔。你讲这是政府有就是请你帮忙，是哦。那你干嘛帮这种？无啊，因为我关心一下尔，因为我就爱狗，我是讲我想要知影狗要抓去倒位。正常大学遐啦。要抓去倒位？正常大学啦。要上台的。民雄大学啦。民雄有大学？哪一间大学？给你牛市连线提起来看啦。贝贝，你好。我坐个，张家我三十四，我坐。妹妹，你有识别证，好好看一下哦、喔。啊，你改关了，你听了听无？所以你袂记得咋？我无识别证，我只是爱讲尔。我倒打电话去高雄市政府问迄关怀流浪动物协会，伊讲爱有，互我就是要收在看识别证。今日好，两片都讲过，爱互我等啊。张浩如啊，你看你。别，你讲你狗要载去倒位？你两大黑个，叫啥子？叫个收狗遐啦。收狗诶，是政府机关吗？机关的啦。好啦，我好好写就好，你慢慢。卖这个萌啊！是啊，没有错啦。哎呀，弄家里啦，太辛苦了。无你明仔载来，你明仔载来，我叫你到来，你看啊。贝贝，你才刚来过来家吗？对啊，无人，我来呀。哦，你不要紧，我。贝贝，他现在说他没有带识别证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贝贝不太想，他一直说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样。车牌号码是 LZG148， 这里是嘉义的西北六星宫附近。